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公仔面世，他们完美无瑕，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欢乐。不过那些不完美的公仔又会去了哪里呢？欢迎来到杨穗穗村庄。起身啊，毛姐！我一直都相信大世界是真的，我会遇到我的完美小主人，但是最近我开始怀疑呢，因为没有证据，万一他不是真的呢？去找你的真理，来啦！听住，或者这条管是通去大世界的呢？我们怎么才上到去？去死你这个手足！顶呱呱啊！边个嚟噶？佢系大佬，喺呢度最顶呱呱噶。等我讲你听啦！欢迎嚟临顶呱呱学院，只有最顶呱呱嘅公仔会揾到最合适嘅人类主人。你系工程师兼模特儿，我嘅饰物令我与众不同。你系律师兼模特儿，我系独一无二嘅，就同你哋个个一样。你唔系模特儿，无法计算数嘅。你真的觉得你们这种烂鬼布偶公仔会有机会吗？你们班嘢都是回去养水水村庄。我们真的不配入去大世界？不是，我们的瑕疵突出了我们。咦，这些特质都值得我们去保留。Open up their eyes。 你们知道大佬到时一定会刁难你们的，那我就说放马过来了，细佬。呢班样衰衰嘅心灵喺度玩，喺度尽兴。哇！点称呼啊？饭铲头。呢个名真系衬晒你啊！你讲得好好听啊，口水猫。样衰衰奇兵，郑欣宜、许廷铿，爆肺巨星，爆笑声演，6月27日，暑假我最靓。